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公屏上他们说都漂亮漂亮，看到没有？谢谢哥姐叔叔阿姨们，哥姐叔叔阿姨们给佳薇点点赞好不好？给我们点点，对着屏幕点点赞好不好？咱们把赞再点上去好不好？哇，直播间你看，刚刚才开直播就1700个人了。嗯，你信不信佳薇？我们现在我们7点半了，就直播间突破5000人了，你信不信？真的假的？哎呀，你真的，因为他们都喜欢你，他们喜欢看你啊，真的。有没有喜欢佳薇的？有没有直播间的姐姐和阿姨，还有哥哥，有没有喜欢佳薇的？有的话，你们打个油给他看。你说没有人喜欢你，怎么可能呢？这真的，这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他们是很好的，心底善良，而且对你很好的，知道吧？他们说谢谢哇，佳薇都很好很好，真的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看到没有，他们哇，他们都说打的油油油。对，今天是佳薇第一次直播啊，哥姐叔叔阿姨在这个抖音上第一次直播，你看。哎，你这样弄得来，我又紧张了。真的，明天后天你直播的话，你直播间就是1-2万人了，知道吧？因为好多哥哥姐姐他们还不知道。真的吗？真的呀。谢谢哥哥姐叔叔阿姨们。他们都很喜欢你的，说你很善良。哎呀，突然间那么多人，我有点紧张了又。你看油，你看都喜欢你的，看到没有？嗯嗯嗯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还有欢迎新进来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。吃吃，这里哥快点吃。好的好的，谢谢。你们都吃饭了吗？哥姐叔叔阿姨们，你们都吃饭了吗？你们吃饭了没有呀？嗯，你看好多哥哥姐姐都给你刷了礼物，看到没有？真的吗？你看你看公屏上呀，那些他们刷的礼物都是钱，那些你可以提现的，知道吧？啊，那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不要再刷礼物了，不要再刷礼物了。他们也是花了钱给你充的。不用了，不用刷，不用刷。对，哥姐，我们就坐着聊聊天就好了，不用刷礼物。不要再刷了，谢谢谢谢谢谢刚刚刷过的哥姐叔叔阿姨们。太好吃，对，哥姐叔叔阿姨，你们不用给刷礼物的。不用刷，我就是想今天开个直播，然后跟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见个面，聊聊天。对，你们不用刷礼物，哥姐叔叔阿姨，你们给如果有条件的就把佳薇亮个粉丝灯牌就可以了，就是这个小爱心。对，要花1毛钱的哥姐姐，花1毛钱亮粉丝灯牌的话，他这个抖音官方会给你发工资的，知道吧？发工资？对啊，他如果说进你哥哥姐姐们，他们进来给你亮粉丝灯牌的话，说他们很多人喜欢你的话，比如说他官方可能一个月要给你花几千块钱，2000多到3000左右吧。哦，我都不知道这些呢。对啊。谢谢谢谢谢谢。所以说你以后就反正你的弟弟妹妹，反正你就直播的话，抖音每天都坚持直播的话，这个抖音是很好的。你给抖音上直播的话，以后就很多人。知道吧，他们支持你的话，他们不需要给你刷礼物，你就有可能2000多3000块钱的样子。嗯，谢谢谢谢各位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那以后就多多麻烦你们了。谢谢。对，哥姐姐你们不用刷礼物，你们这里有条件的，你花1毛钱这个小爱心，花1毛钱亮个粉丝灯牌就可以了。哇，他们说让你嫁给我。不好吧？不要这样说了，哥哥姐叔叔阿姨们。对，你们不要带节奏，哥姐叔叔阿姨们，你们不要带节奏，好不好？你们带节奏了，等一下真的不好。哇，他们都说在一起，在一起。哎呀，哥哥姐姐，你们不要乱打，好不好？哎，这不好吧？佳薇脸红了，哥哥姐姐，你们不要乱打，好不好？他脸红了。你看公屏上全部都在一起，看到没有？不是我说的，哎，是公屏上他们打了，看到没有？嗯，不，哥姐姐们不要这样带节奏了。等一下佳薇脸红了。不要说了，哥姐叔叔们。那么多人。
哇，太好吃了！是不是有点辣呀？不辣，挺好。你还吃得惯吗？吃得惯，挺好吃的。快多尝一下，这个也尝一下，这个也尝一下，全部都尝一下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。多吃一点啊。好的。现在有没有杂音呀，哥、姐、叔、叔、阿姨们，有没有杂音呀？有吗？有杂音的话，哥、姐、姐、叔、叔、阿姨们说一下，我们调，我调整一下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这个手机，我这个手机有点旧了。哇，嘉文，你做饭太好吃了。好吃吗？嗯。那以后天天给你做好不好？真的。天天给我做不好吧？以后你嫁人了，那你就给我做不了了呀。对不对？有点叽叽的声音，那个是小虫子的声音，哥哥姐叔叔阿姨们，有很多蛐蛐还有蝈蝈这些特别多的小虫子。对，那个没有办法。山里都是这样的，一到晚上那些小虫子就开始出来活动了。嘉威，给你介绍个男朋友可不可以？我朋友有一个单身的。啊，不用。长得很高很帅，而且他自己有公司，真的。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我给嘉威介绍一个男朋友好不好？就是长得很帅的，很高，而且他自己开了一个公司。我一个很好的一个弟弟，长得很帅的。不用李哥。啊？不用，我有自己喜欢的人，不用介绍。哎，你肯定是不好意思了。哥姐叔叔阿姨们好不好？我听他们的。我听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的。他们什么？他们说不好。不要。那你有喜欢的，你跟我说带我去见他，你又不带我去见他。李哥，你见过他的？我见过。对呀、啊。没有啊，我你的朋友我没有见过呀。哥姐叔叔阿姨们，你们应该知道，你们也见过吧？他们怎么见过？没有吧？你们见过吗？他们见过的。没有。有没有见过的哥姐叔叔阿姨们，帮嘉威扣个一，让李哥知道一下好不好？我真的没见过你喜欢的人，我怎么可能见过？你看他们，你看公屏，你看公屏。啊，哪里啊？他们都说见过的。你们怎么见过的？你喜欢什么样的嘛，嘉威？你喜欢什么样的？我喜欢温柔的、善良的，还有。你怎么了？你笑什么？你怎么脸红了呀？红吗？红了，脸红了，就是在直播间里面看着就不红，因为你这里灯有点亮。不红吧？